笑啊。最新学习的一句网络谚，网络有一说一。三个词形容自己，三个词形容自己，阳光温暖，闹爱闹。有被粉丝吐槽过吗？哦，很长啊，特别长，就是有可能说，反丽你为什么要剪短发？反丽你为什么会有一个橡皮筋在手上？反丽你为什么不爱化妆？反丽为什么一坐飞机都不化妆？反丽为什么不戴口罩？反丽为什么不戴墨镜之类的？神经病，是我自己。